好好 ，yes， 我是帅黑，我是黑夜，他是霓虹灯。对，天哪，我现在跟陈伟霆在一起，他真的好帅啊！你是有美黑哈、啊？感觉你好黑、啊。其实我想问，美黑是美黑？我理解的是为了美，所以要专门去变黑。那不是啊，你不是专门、啊。我为了帅，我是帅黑。真的是为了变帅，所以要去美黑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是因为在拍一个电影。是为了角色，对，为了一个角色，然后导演的要求，当时候他说你太白了，我就说那你要我黑到什么程度，然后我就给他不同的颜色，然后他直接 pick 了一个最黑的。天哪！我们让 William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他今天的Chanel的穿搭。Okay, 我觉得这个我特别喜欢。有点街头的感觉、但它是霓虹灯霓虹的设计，这衣服很适合你，尤其现在你美黑以后，我很喜欢你跟这个霓虹灯的黑夜就是进去了，我是黑夜，它是霓虹灯。对，然后这个衣服有一个很搞笑的故事，是我昨天就穿了，结果我穿反了。你这个是穿的是对的吗？这个原来才是对的。哇，是这是对的呀！我跟太太看，我说哇，潮人果然不一样，都想反穿。没有潮到这个地步。而且我觉得其实混搭几条项链好像也非常的有街头感。对，然后你会看到这一个设计里面有很多在城堡里面找到的一些小细节，也是来自于城堡里面。我还征集了一些粉丝的问题，他们都很好奇你的粤语专辑什么时候出。应该会今年。今年是吗？很希望今年的年底可以顺利的开演唱会。如果我能开了，我就会推出我的粤语。哇哦！如果我开不了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。那大家还是期待一下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给我写了一段话，然后因为我之前在香港实习过一个月时间，号称自己会说一些粤语。然后他们让我用粤语来读这段话，然后让你来纠正里头错误。OK， 好，我开始说了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包先生，我现在和 Chanel 品牌形象大使 William 在 Chanel 2020-21 瑞士城堡高级手工坊设立现场，这里好大好大，好好。Yes。你最后那四个字可能要后期。啊，是吗？不好的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他们给我指好的雷，这该怎么读啊？好冷好冷，好好冷好冷。对对，这个才是正确的翻译。好冷才是不好的翻译。我刚才读的里头哪几句是还蛮正确的吗？第一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然后其他的都不是太能听懂吗？但是啊，后面有点几乎听不懂。嗯，大概猜到。哎，那你要不教我一句吧？我是香奈儿品牌大使，怎么说？我是 Chanel 品牌大使。品牌大使。品牌大使。反正没事，我也不是品牌大使。这个包包要给我们介绍吗？这是你现在最喜欢一只包吗？哦，对。你小心点哦。你知道我是包包吧？其实我是主要讲包的博主，我很专业的在包方。我不怕，说实话，包也不是我的专长。好。如果要我介绍的话，我会 pick 这个。他们叫这个保龄球包嘛，然后我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可以平常 weekend 你穿得很 casual 的时候的拎着这个包，就休闲也可以背。对，一看到这个包，我会想到那个你去野餐，的感觉。谢谢 William 哥哥对于这个包包的这个演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